东北辽宁人，想骑着这辆房车去南方过个冬，但是以我现在的速度，骑到长江以南，估计冬天就要结束了。我现在从辽宁出发已经83天了，如今在河南商丘境内，这是我昨天的露营地，一片麦田，感觉心情非常不错，心旷神怡。今天准备做个早饭吃，因为不太着急赶路。平时我都是买个包子呀，喝点小米粥之类的。今天把昨天剩的那个萝卜汤下点挂面吃了吧，暖暖身体再走。猪油都凝住了，烧开用这个汤下点挂面，味道应该很好。这个猪肉萝卜汤我要是不吃，等我骑到商丘市里的时候估计又坏了。23公里了，我身后有个公厕，里边有水，我在考虑洗不洗头。今天不是很冷，室外温度大概是十度左右吧。我身后就是商丘古城，洗个头，上古城里转一圈，不会感冒吧？洗。趁着中午用凉水洗个头，烧热水太费劲了，我也没有盆，没有盆费劲。看，这有水，不是很凉。今天天热，凉水洗头一会儿就干了，主要是我头发短，我烧热水也费劲，没有那么多的水。Thank you.
这个和山海关古城差不多，也就是城墙有点古代气息。哎，他这里这房子也可以啊，看看哪个比较更古一点，哪里更古，拍两个视频给大家看看。现在我还没感觉哪里太古，不怎么古了，太现代了，全都是卖现代的东西。还是骑着走吧，这路不怎么好走，咯楞咯楞，咣咣咣咣咣，这里边不好走啊。看了地图了，这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往东边走。大家觉得山海关古城古一点儿，还是商丘古城古一点儿？我感觉商丘这里的古建筑比较多呀，山海关那里边就一圈城墙了。哎，这里还有点古代的感觉，为大家拍一下。不看了，还是买点好吃的吃饭吧。古时候他们的审美都差不多，是不是？不像现代人的建筑什么样的都有，古时候都这样。还是石板路啊，咣当咣当咣当，比那个好一点，差不多。出城吧，我感觉以后再有什么古城，我也不往里进了。都一样。看到了一个菜市场，这里转转。这烤鸭咋卖呀？这烤鸭多少钱呢？20。给我来一个。好嘞。能给我剁一下子吗？可以剁。啊，给我剁开。我买了一只烤鸭，再买点儿。再买点什么？一天天的也不知道吃点啥。永远不要跟别人解释自己，懂你的人不言而喻，不懂你的人。百口难辩。兄弟们，我的快递发到对面这个小区里了，然后对面小区有一个菜市场，这片有一块空地，我就停在这儿得了，停在这儿，然后明天就能取快递。快递是卡式炉气罐和自热鞋垫，我把车弄进来。我看到今天我选的露营地儿，我有点着笑啊，兄弟们。这个露营地儿就是个菜市场，然后
我卫星地图选的是这个小区，对面这小区发的快递就在这小区。我寻思这是一片空地呢，没想到它是个菜市场。不错，这边的面积都归我了，没有人。怎么样？兄弟们，我要着自来水了，公厕这个水我就不要了，我把公厕这个水倒掉。就今天这个露营地儿，兄弟们是想吃啥，你是想喝啥，住多长时间都不愁了。我要把这个水倒了，倒在这个太阳能板上冲一冲。这个水不要了，这水冲一下。我这个水是搁公厕里接的，不咋太干净。还是打了井。啊，我算一下。好。你搁哪过来来着？辽宁。辽宁。嗯。不近了还。上广东。西藏。西藏不行，我这车太重了。我发个快递发对面的小区去定位，然后我就寻搁这住一天。这去多长时间了？83天了，嗯，这水比那个公厕强多了。今儿公厕那水不怎么干净。好好好，够食了不？够，谢谢了啊。不够食，嗯，好好，我估计我得在这住一天，快递它不能到。嗯，我那块是不是不碍事儿？不碍事。嗯。这地方我刚才把我水都倒这儿了，我换一个地方吧，这个地方太湿了。我给太阳能冲向阳光这一面，没充满，两天都没充满。昨天天气也不是很好，多云。今天也是多云，下午才出一会儿太阳，所以掉个头。个人卫生整理完毕，把我的小火炉点着。烤上小火炉。今天不准备做饭了，那会儿买的这个烤鸭，再整点生命的源泉。我要知道这是个菜市场，这片空地是个菜市场的话，我就在这儿买了。我看这有卖麻椒鸡的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有空尝一个麻椒鸡。麻椒鸡扒鸡，哎呀，先整一口正能量吧。这个酒其实应该烫一下，烫一下比较好，是吧？哎，太冷了，烤烤吧。就照这么烧，我感觉，三五天我就得一罐气儿，所以我
又买了几罐，又买了点自热鞋垫，明天就能到。明天到，我准备把被子晒一晒。然后后天还有雨，所以说我应该再休息两天。如果这个地方比较安静的话吧，先住一宿看看什么样。如果不行，他明天快递都能到，我下午我也走。如果这个露营地好，我就住一天；不好，我就多少再往前挪一挪。嗯，今天一切正常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